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我要去取地笼了，两天没取地笼哦，现在去看一下地笼里有没有鱼啊，应该有一些收获吧，走吧。你看，这是别人的拖拉机啊，有可能他们还没有插完秧吧，我坐上去玩一会儿。回去我不会开呀，还是算了吧，走吧。就是今天地笼里所有收获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基本大半都是中国斗鱼呀、啊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斗鱼扔掉吧，还有小鲫鱼，你看到吗？野生的，扔掉。你看，还有这么一个大田螺啊，扔掉吧，一个。还有两只小青蛙嘞，当当当当，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青蛙呀？这种好小的青蛙呀，扔掉吧。还有一只小青蛙，扔掉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